许组长，这么巧啊！没吓着您吧？一起走走，能找个讲两句的机会，不容易啊。有这个必要吗？二丫是中共上海最后一个联络人。 刚去他家里拆了电台，哼！现在上海滩是成了死城了，没有人能传递消息出去。那你干嘛还留着我呀？如果我说大家有感情，你信吗？行吧，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需要一条大鱼。大鱼？ 大鱼都让你杀的差不多了，你还留着我？你在等将军？抓将军也不需要我呀，你杀了我，反而更干净，不是吗？那么想死啊？别呀，人生很长的。哼，共产党是不会放弃你这颗棋的。其实他们也没有多信任我。 调查局还有另外一只鬼，代号钟馗。我需要你帮我把他挖出来，否则寝食难安。你想让我也当叛徒？这是明牌，你没得选。我可以去死，有魄力，有勇气，可惜了。 本来我以为我也是，你再好好想想，你可以去死，要家人一起陪葬吗？你怎么想掏枪啊？我想试试。相信我，你很重要，我没有卖你。 你对中共有多重要，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帮我找到钟馗，我有了投名状，你呢，继续做你的鱼刺，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不好吗？没准以后还能继续合作，两边买卖消息，多好。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的？你如果被抓了，冲这里来一枪。 你现在倒是可以试试。我很好奇，他们怎么放心让你出来呢？哼。是。 I just wanna get caught up in this life. I'm crazy, I'm mad. Doing no cap. Only God wants you. Better go live it up. Cash in the bag. Stadium packed. Baby, I'm bad. Yeah. Baby, I'm bad. I just wanna stay bad, stay mad. Chip on my shoulder, cause they treat me like an outcast. I ain't gonna take that.
那个姓刘的去哪里了？杀了一个共产党，陪组长出去逛逛。逛